Hello， 大家好，我是迪克文，欢迎收看《战舰世界》啊！喜欢我们视频啊，就来订阅文文的频道吧，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发布精彩的《战舰世界》的视频啦。我们也是感谢啊，本期我们的锁芯啊 YC 提供非常精彩与爱荡的战斗。那大家想要投稿的话呢，左下方有文文投稿箱，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战截图发到 dkwenwen@126.com， 那就可以了。那么另外的话呢，大家想要代练排位啊，还有那个高等级船的话，可以扫左侧二维码联系我们家的淘宝旺客服，或者说在群内找群管理啊，我们客服 QQ 啊都是在的。那么今天这局啊是来到了一个镇央图啊，镇央图我们看几级房哦，八级房，这个八级房对面是北卡提子啊，然后呢爱丁堡最上，我们这边是双爱档，有航母的情况下爱档会稍微有点吃亏啊，如果说那个没航母的话，爱档的一个高隐蔽对吧，9.1的隐蔽10公里的雷达，其实爱当203的话会非常非常强，而且我觉得八级船巡洋里面爱当这个船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屌。那么上一期啊也有朋友说，哎文文今天怎么开局听你说话很开心对吧，我也是想啊，文文也在研究对吧，我在说声音也好，大家主要是看声音嘛，不用看我脸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在磨练，我也在看说哎怎么样能够学习嘛，怎样来说让大家听看起来说话这种。那么他就说了，你说话的时候有时候精神状态啊，还有微笑不微笑啊怎么样对吧，其实大家观众老爷们在看我解说的视频的时候其实也能完全感受得到，所以说文文这里的话呢也是，而且睡醒了对吧，状态我调整好了呢，昨天没有跟真的是哇，回家我又是倒头睡，今天的话是牙不疼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哦，对面这一辆那个爱丁堡考虑是 HE 吗，侧身一轮 HE 吗，果然侧身还是一轮 HE， 后面是切 AP 啊。这一轮的话，爱丁堡这个位置想要卡山，这个他就很傻，哇，一轮5000多，而且的话他，我们就拖刀嘛，哎，这里他忘了甩鱼雷啊，这里的话是甩一波鱼雷，我觉得会更好一些。爱丁堡在这个位置无路可走，打他外切，对的，但提前量的话，哎，可以，一轮核心区，哇，这个都没有核心区啊，你敢信啊？我觉得日系这个 AP 弹真的有时候是会很头疼。但是的话他的 HE 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哇，这的话还有一个妙高，而且镇央图的话大家都围在这里啊，巡洋绕边，但这一轮的话应该也能把它打爽吧。好的，3000多，一把火，左边还有一个妙高出来，继续再来等装填，哇，这是带一点点内切吗，没有，应该是看感觉很像 HE 的话其实要求就并不是那么的高了，但是的话他还是很聪明的转内切了。这一轮的话打空啊有点可惜，这一轮再切到 AP 弹，现在是转回来啊，这边没有队友支援你，你想怎么走对吧，转过来，哎，他还是切回 HE 啊，哇，这的话14公里 AP 弹的话打起来的确是会有一点累，说实话有一点累，打 HE 的话相对收益比较稳，但是好像提前量有点算的略微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这边是爱丁堡被点亮了，这的话可以继续一轮，哇，而且现在的话是点不亮他，但是他在这个位置对吧，驱逐能扔雷，他已经是无路可走的，漂亮，又是一把火，哇，乖乖，这个火烧损管交了吗，啊，损管已经是交了，扶桑在这个位置，其实爱当这个你看爱当这个位置的话在侧翼啊 HE 绕边打起来的效果会非常的不错，而且他们家扶桑，哦哟，走中场，你这不是找死吗，兄弟，你这不是找死吗？13公里飞8秒钟啊，弹速还是比较不错。这里不考虑减一波速啊，在山后的话也能输出一下，把这个扶桑打死以后再说啊。果然你开始减速了，咣咣咣，但是伤害觉得会差一点，这的话翻不过去了，兄弟。这的话爱丁堡在这个位置也打不到，我们应该可以加速上去吧？哇，爱丁堡直接就走了。他知道啊，在烟里面这个是没法待，本来说想要在烟雾里面卡一下对吧，但是这个当中这个点的话敌人一绕侧身就很难，而且我们这边的话没有支援啊，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有战列巡洋在侧身支援的话，爱丁堡在中场这个位置会非常非常强，他们家我们家战列一卡那边对吧，侧身谁能挡我，扶桑这个位置的话也是在往前，但是的话打不过去吧，这一轮滑过去了，但是的话人家这一轮是有点难，但是可以甩鱼雷啊，真的
我的话，我可以说十公里鱼雷真的是文文就不玩日系，但我觉得日系有些船的确是非常的强。这的话，扶桑要出来十公里鱼雷兄弟啊，还是不认，还是不认，人家是主炮，我爱到没有鱼雷，对吧？我爱到没有鱼雷啊，现在的话好像是要甩鱼雷了。前面第一波的话早一点就可以甩了，如果是哪怕是甩这个爱丁堡，对吧？扶桑这里应该是在看他一个加减速，那么这里的话出门摆拖刀就可以了，而且正面的话还有一个妙高啊、有一个妙高要过来，他应该是甩了一波吧。这的话在一轮打爱丁堡他应该是减速了，好的，又是中了几发。这的话两波雷已经是扔出去了，而且我们还正好在山后是消点的，这里不考虑切一轮 AP 吗？这一轮 AP 打他的话会非常非常的疼，因为有时候啊破影的一轮 AP 弹打的效果是最好，如果说你先打一轮 HE 后面切 AP 的话，别人除非就说你判定他会外切，对吧？要不然的话其实会很难很难。哇，后面人都死的差不多了，这的话外切抬高一点 8.8 公里啊，这个总会有机会吧。核心好的漂亮，该你说拜拜是吧，带走了。我们看看这一波鱼雷的话应该是雷不到，前面我觉得他第一波雷那个爱丁堡啊应该效果会好很多。扶桑卡在这里，亚利桑那是直接怼到了他的脸上，而且我们现在是消点爱丁堡在那个位置，这里的话我觉得可以绕着线走啊，他这边是在提前转炮塔，还是说考虑打一波就直接绕回来，不要冲得太猛，冲得太猛有时候会出事情，这是真的。那爱丁堡基本上都是外切拖刀嘛，能打就打，不能打的话转再往右转去打亚利桑那，这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或者说去支援驱逐舰。战列卡在那边也是很辛苦，他准备是要盲射，看看他就是再开一轮炮，爱丁堡不开炮了，扔鱼雷嘛，对吧？哎，对吧？对吧？先扔一波鱼雷嘛。但是他烟应该感觉时间差不多了，这的话要我就两波雷就直接扔，反正现在是点不了我们。哎，这的话他这时候的话就是一直看着爱丁堡的射速并不是很快，对吧？你看他正好镜头拉回来的时候就来了，但是话敌人的烟雾也是没有了。爱丁堡七点几公里一轮打上去，哇，中中中中中，好大，4000多，哇，你看全是半伤啊，这一轮半伤打得会非常非常的爽。爱丁堡14000多点血没有损管，往左边转，往左边转，哎，没转很多，但是的话我觉得中应该右边的应该是能中几颗吧。尾部好搭，又是2000多，哇，五发半伤，这个模块伤害是很高，而且你看他这里特地是减速了，看了正前方的话距离是比较近，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要减速啊，不能说我冲得太猛，要不然的话冲到后面你会神经病的，你说哇怎么越来越近，对吧？这你看啊，其实距离他们的话失败伯爵已经13点几公里啊，这个距离已经是非常非常近，但是爱丁堡一定要想办法去收掉它，对吧？这个爱丁堡一定要想办法收。哎，这一轮的话我感觉它像是速度会非常的慢，已经是减速了吗？哦，没有，全速，好样的。哦，前面好像是有一刹那觉得它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爱丁堡再转回来打，我可以说爱当这个 H 日系的这个巡洋舰的 H 伤害会非常非常猛。哇，他还甩一波雷，还好我们正好是减速啊，赶紧说拜拜，漂亮，纵火犯到手。那正面的话施佩尔还有巡洋，提尔比兹没办法，这你不能冲出去啊，你冲出去的话侧身有驱逐的雷，对吧？这种的话东西太多了打不了。爱当唯一就是说他好像的那个射程会略微近一点，但是爱当的机动啊这种还是会非常非常好。那么点亮对面的独立的情况下，哦哟，消点了，但是的话驱逐舰亮了，亮了一个驱逐啊，但是的话他应该是走到山里面了。这里打六级的巡洋，打六级的战列啊会非常非常疼，一轮轮 HE 打上层建筑这个伤害会很高，但是如果说你打到船身的话这个就是要出大事情。现在的话船头是往独立这个方向走，然后呢去洗战列，但是右边如果说能支援的话，施佩尔伯爵这种位置的话能不能打？施佩尔伯爵、啊、在山后面，但他马上就要出来了，而且等后炮塔转过来我们就往那个独立那个方向开嘛，对吧？哦，北卡一轮炮16点几公里，哦哟，北卡这一轮炮赶紧内切，哇，疼疼疼疼疼。北卡这一轮炮打的是很准，而且是山后那一门炮啊，
基本上是正好是我们前面对吧，看到那个第三视角的时候，我再用主视角看对吧，它才能点亮。哇，这个独立不亮你气不气啊，对吧？我们航母的话也没办法给视野，这的话像八级巡洋这种的话，洗这种船会非常非常伤，而且的话那边轰炸机也是难。但是的话这里右边是佩尔伯爵，哇，北卡又是一轮 AP 弹过来了，继续转内切对吧，继续转内切，而且艾达还有加血技能，这个是最伤的，这个是最屌的，不是最伤的，这个是最屌的，洗一波。哎，好的，3333，右边的话可以打了。我觉得施派尔伯爵这个位置是可以输出的，兄弟他还是要考虑打巡洋。但是的话这里继续是内切啊，转舵转内切，基本上这里的话这种正脸啊，那个打艾当会疼，但是的话也不会非常非常的疼。大宝剑这里的话，施派尔伯爵你怎么走？好的，漂亮。这里的话要是问我的话，我会减减速啊，先把这个施派尔伯爵先干掉为主。哦哟，一轮蹭上去，很棒。而且他喜欢是鸟四分之一档，哎，这里减速了，减速了。这的话，哇、哦，要拉那么多吗？这个有点多吧，一般我觉得拉到15就差不多了啊。果然是瞄得太前了，对吧？一般拉这种速度快的驱逐的话，拉到15格就差不多了，这个拉的有点多。施派尔伯爵。这一轮上去8000多弄应该是弄不死他，但是有着把火的话他也残，好样的，3000多点血，哇，这里的话应该差不多走吧，兄弟，这里差不多应该走吧。哎，这里的话是打亚利桑那，哦，这里正好能跨过去，但是哪里有炮弹过来了吗？前面好像是提示有炮弹，这一轮哇又是3000多。哦，这里墨西哥吗？墨西哥这个瞄的有点水啊。记得我们先卡卡山，大家基本上类似于互换了对吧，顺时针绕了一圈，这里就想办法先要把战略系统，漂亮，失败伯爵着火，赶紧锁拜拜，直接把他带走了。这里继续起亚利桑那，我们也倒到船，关键那个独立点不亮。其实兄弟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是打字跟队友沟通一下对吧，点亮一下独立啊或怎么样。其实航母这个就有事情做了，我们家都是独立对吧，我一心想要点亮你，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吃亏，但是对面战斗机应该是有点多，我们家独立应该是制空没拿好，所以说现在好像是没什么飞机了。0212对吧，012，对面是201的配置，人家拿制空你有什么办法。这里蹄子继续洗，哇，这种大侧身啊，日系船的话洗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而且这里点亮都没人管。哦，有人管了，蹄子转过来了，兄弟要动一下了。蹄子，我看蹄子这个转过来的话，他是被一轮洗的非常多。哎，蹄子又没看我们，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的话打上层还是会有点用，但是打到船身和炮塔的话，有时候硬度就会不强，可能是说那个日系的巡洋舰伤害够，穿透战网还是强。蹄子，哎，一把火，好样的。这的话加速往前走走呗，航母啊基本上就是沿着九线、一路南下。这的话墨西哥还卡在这里吗？卡在这里，我们这边啊基本都在卡，哇哇哇，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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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的话摆摆拖到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是会有点伤，而且的话像他们提尔比兹，哎，提尔比兹走近了，如果说是北卡外线这种的话，抛物线会比较强，他这种抛物线的话其实炮弹是转得过来的。墨西哥亚利桑那跟着提尔比兹走，这个可以一把火，哎呦没有，但你看打六级的铁王吧，这个伤害就很高。哦呦，新墨西哥，这的话还在想办法想在山后吗？我们点一拿，蹄子急于要冲点，其实他们有制空，但是他们家驱逐舰没有站点，这样的话还是有点有优势啊，但他们的话一个视野能力会非常非常强。这里如果要是稳稳我的话，我会考虑就是说出去外切对吧，扔鱼雷，但他这样的话就卡在山后面，我先有输出先消耗你，让你往前冲对吧，大家都有鱼雷。哇，一轮 HE 6000多啊，这是巡洋舰吗？再来一轮，
被点亮吗？就被点亮了，应该是身后的，应该是这个北卡，但北卡的话现在无暇来管我们啊，真的是无暇来管我们。他前面有航母，有两个巡洋，真洋图有时候的话，像这种山多的真洋图啊，会很爽，位置卡得好，就基本上就是无脑输出，而且像挨当这种，感觉有火，哇，他一共几码？10颗炮弹啊，中7发，这个很爽。而且提尔比兹应该是继续往前冲，在这边，而且他抛物线正正好好，能飞过去，对吧？墨西哥啊，这种被洗的会非常头疼，而且他们现在应该视野就不够了，视野不够了，哇，全面打击，16万的伤害，这里的话继续洗这个提尔比兹，提尔比兹，哇，这里好黑啊，这里完全看不清啊，哦，看清了，看清了，看清了，炮打师看我们，那个就拖刀嘛，摆着菊花。摆着菊花用拖刀就可以，哎，提尔比兹没看我们，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对转内切转过去还能再扔一波雷，漂亮，这个 timing 他是抓得非常的好，对吧？再往你这边，无论你左转还是右转都问题不大，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摆拖刀，而且的话日系啊，日系船的话啊，他没有转，他是倒船了，提尔比兹是倒船了，日系的话加减速的日系巡洋舰的加减速能力啊，舵效这种会很爽，好的，又是一把火。其实觉得还是我要不然打打新墨西哥吧，这个爱当这个血量战损不足以能搞得定他，而且这的话很聪明啊，一轮打完以后直接就是反手去打亚利桑那，就多点一些火啊，对吧？这些船的话有时候损管都已经失焦，能点一把火的话，这个伤害蹭蹭蹭，你看18万7，对吧？就蹭蹭蹭的在网上188,808。对吧，亚利桑那是损管焦了，看能不能再点一把火，哇，2把火，亚利桑那还在着吗？这个着的话伤害会就很爽，但我觉得好像这一轮15秒装填炮弹再飞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直接再继续打，哇，打空体子的话，哦，这个内切会伤，减速吗？跳皮子，现在还在跳伤害吗？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没有着火了，提尔比兹再继续洗它，你就绕着打嘛。其实巡洋打战列还是比较好打，有时候卡卡山啊或怎么样，对吧？要不然就是拖刀。哎，这个提尔比兹真的他就没了。这一轮炮弹过来，运气好的话收人头打船头，赶紧说拜拜，漂亮。哦哟，是两个纵火犯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两个纵火犯。哇，这个点歌机啊，这个是20层20个级。20多火苗了，而且亚利桑那速度非常的慢，再来，好的，乖乖，这个火焰伤害有点猛啊，这个把把都能点着火，你敢信吗？对吧？独立没抓掉，但这里的话把他们战列线巡洋舰这边打攻了，该你说拜拜，好样的，海怪到手，哇，现在的话对面还是剩一个北卡新墨西哥5杀到手，盖德独立。这种的话其实航母的话是在没有一个鱼雷机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很伤，这里开 A 吗？还不开 A 吗？只放水战不够的啊，兄弟，这里肯定要开 A 啊，哎，不开，任性手动点，哦，这里的话应该是飞回去的，他觉得他是飞回去的，所以没有开，哇，我是没注意啊，专心在解说新墨西哥，看看北卡有多少血，北卡一路追还剩一个不出泥，而且北卡射程很远啊，我们这里的话站完点，对吧？往后走一下，现在分数领先，拖刀就对了，万事就拖刀，对吧？人家打我加速，人家不打我停船，对吧？再打我再加速，再来回扭，这个牛皮糖，哦哟，又是一把火，哇！现在的话分数已经是接近是最后了，我们这里马上就要迎来了撞山，但撞山死不掉。对面新墨西哥如果说再给点时间的话，新墨西哥这种的话肯定都要死，好的，又是一把火，最后还有40几秒钟，看能打几发打几发，对吧？新墨西哥这边还在损管期，现在应该是没有了，这一轮再能不能点着它，30几秒钟应该还能开2轮到3轮炮，好的，看能不能把新墨西哥收掉，哎，没命中，这的话打他船头20几秒钟还能打1轮到2轮炮，再来一把火，好的，2把火烧了，赶紧说拜拜，哦，6杀到手，那最后的话还剩10几秒钟，这个就没办法，
对，我觉得他爱当走位啊这种的话是值得大家借鉴啊，就巡洋舰有时候就的确是要这样子打，这个才会很好用啊。最后也是时间到了，胜利了，我们来看一下战绩吧。88万的银币，对吧？23万5999，就236000嘛，236000的伤害，六个人26把火，怪怪，26把火点歌机啊，这个有点强，两个纵火炮，看一下经验，哇，可以，3333的裸经验，这个非常屌。好了，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